啊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里这么多柴，快给我下来干活。哎，这不是瑶瑶的男粉说想看瑶瑶叫爸爸，想代入一下吗？这不就来了吗？终于把宝宝哄睡着了。之前大家不是说想看妹妹玩胶带挑战吗？今天终于想起来给妹妹测试一下，看她是什么反应。叫爸比，爸比，可能是长大了，也可能是我的胶带贴的太多了，根本控制不住他。我饿了，快去做饭吧。就知道你饿了，我已经点好外卖了。有你爱的梅州东坡酒楼的地道毛血旺，打7.5折，只要80去头，还有宜宾匠人烧烤，品质双人礼盒，打4.7折，只要40多。快去美团外卖搜峰哥就能享受。还有秘诀姚鸡王、舌战烧烤酒馆等大牌，上百款硬菜只要4折起，一顿能省好几十呢。那我去看看。哎，怎么了宝贝？这是男友啊。这里没有烂了，又烂了。没有妈妈，没有写。这里没有妈妈，没有写。那瑶瑶可以吃吗？瑶瑶吃。确定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。